我是周明。All right, I'm Jonathan Ginsberg. Thank you, everybody. We'll just get into it. Today's topic is a really hot topic. It's a thing that we've had more and more requests for. We've had more and more students doing that is transfer. So switching schools, you're already in college. You want to switch to another college. So today we want to go over the data, what the trends look like, how to do it, and then we want to look at some case studies. Hey, 大家好，我先给大家做个介绍吧。那我们是 BEC 行师国际，我们总部在湾区，那我们在北京啊，在东莞，还有在全世界其他一些地方，比如说越南、韩国加拿大，我们都有市场啊。那我其实想简单的作为 BEC 的创始人之一 ，Jonathan 也是我们的共同创始人之一，简单的讲一下我们其实为什么做这个公司。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呢，大家挺明白嘛，因为我是从2009年开始做这个事情的。Jonathan， 你做了多少年了？I've been doing this since 2012. Wow. Yeah. 也基本上七八年的样子了。那么我们在想一开始做的时候说，你看市场上哈，有人给你做考试培训啊 ，SAT 啊、托福啊、GRE 啊什么的，也有人呢是专门做这个申请。那我们在想市场还缺什么？后来我们总结了以后呢，我们其实访问了很多的家长，很多的学生，那么还有很多其实包括教授啊、学校的人士。后来我们发现是这个样子，很多人觉得其实这个考试啊和申请都很重要，没错。但是如果你仔细想一想的话，这个孩子成长呢不止这点事儿。但是很多事情如果你早点做打算的话呢，你不会落掉什么东西，你不会说忘记计划什么东西。那我们觉得如果我们以长远为考虑，不止以大学为着眼点，从你未来的人生能不能更快乐、更健康、生活更有意义、个人的抗压能力更强一些，作为一个更好的人吧，我想大部分的家长其实都在想这件事情。所以我们想了想说，好，那我们来做这个事情。我们做更难的事情，就是以孩子长期为目标。那我们具体做什么？当然了，现在这个PPT 呢是我们的基本介绍啊。那我们具体做什么呢？我们最大的特点的一个服务呢，叫做导师服务。很简单一件事情，就是为您和您的孩子呢带来私人的导师团队。从他的咱们国内叫什么？叫这个听说读不是听说读写，吃喝玩乐也不对，错了。从他的心理啊，什么这个学习啊，各方面，对吧？我们给您带来私人的导师计划团队，有点像什么？有点像您这个家长和孩子自己的私人的军师导师这个感觉。那真的是给孩子以长远为这个着眼点来做全面的计划，私人导师团队。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做。你比如说孩子需要，那很多孩子还是需要你这个考试的培训，很多孩子呢还是需要你这个大学的申请，所以这些呢我们都是做的。但是就是这些部分，其实张老师刚才我们俩在讨论这个事情哈，就是我们就是这些事情做的都以导师的角度来做，什么意思？咱们拿申请举个例子哈，我们拿做申请这件事情，当然学校很重要，但是我们看的很重要一点是说，哎，你到底什么是适合你的学校？那第二呢，你很多学生其实在选学校的时候就经常问这句话，哎，周老师 Jonathan 或者我其他团队成员，那我应该选什么专业？那我们做的是整个职业的规划，然后导致你的这个选择某一个专业。那么另外呢，我们会讨论你的职业的大体的规划方向、个人的一些素质，很多事情。其实我们很多的学生最后说，哎，其实你们在申请过程中做了一件事情，我们都觉得我们做得很好，我们很骄傲。这件事情就是，咱们假设大学申请18年的孩子对他的人生做一个深度的认识和总结。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做这个事情以后，孩子对人生有了深度的认识和总结，明白自己的强项弱项，明白自己的职业发展，对未来更有动力，对未来的很多的困难有所准备。其实很多的家长觉得这件事情善莫大焉，所以呢我们觉得做得很有意义这件事情。
那所以我们是导师服务申请啊 ，test prep 就是考试的培训这件事情我们都做，但是呢，我们的整个的角度是一个长期的啊孩子的成长的角度，而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咱们来做这个申请而已啊。那这是一个简单的介绍。那下面呢是我们的这个公众号的这个二维码，请大家关注我们。我们的东西呢，相对来说写的学究系一点哈，就是没有那么流行性内容强，所以我们写的比较有知识内容，比较的学究性。那么希望大家呢，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呢，能学到一些东西啊、我们也觉得非常满足。好，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然后 Jonathan 你介绍一下你自己。嗯，介绍时候用中文好不好？啊，这个我可以尽量说。好，那我自己呢，我叫周明，我是BEC 的创始人之一，也是BEC 的整个集团的 CEO。那我个人呢，要直接往下说，年纪就出来了，说吧，没办法啊。1998年北大毕业的，光华的，这个学的是财务和会计。那后来呢，在新加坡念的一个管理科学的硕士，后来在2004年的时候，马里兰大学的商学博士毕业。2004年开始在美国各个学校辗转的做教授，现在是加州州立大学的商学院的这个正教授。我主要是教商学的一些运筹啊、科技管理啊、产品设计这些东西。2009年开始做这个教育咨询的事情，因为做了很多其他的 startup 啊，或者其他的一些M&A 的事情。我个人比较做的多是孩子，比如说 career 的 planning 啊，那么 application 的 strategy 这些东西。那么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一直在想的就是怎么样做才能让孩子长期更受益。那这就是我们一个出发点。那张老师，该你了。好，那因为是做一个介绍，我不用那么明确，所以我用中文介绍自己吧。好，我是 Jonathan Ginsberg， 我原来来自美国东部康州，在纽黑文上了高中，叫 Hopkins School， 然后上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我学的是国际关系，主要是这个东亚，所以我毕业后就是去了中国，在北京待了2年多，在那边做不同的事情，一方面是做了这个新闻，在这个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工作了，我也在一个律师事务所工作了，但是我一直在做教育，如果不是全职，那是兼职。然后5年前就回到美国，在加州我们开始了 BEC， 所以一直在跟学生做这样的这个升学顾问这一块的工作，不管是中国学生、美国学生、加拿大学生或者其他国家的比较有经验的，也非常乐意的帮学生多了解他们自己，他们想做什么，他们适合什么。这样的话他们申请大学他们就已经变成了大学想要的学生，这个过程非常关注。对，好，感谢张老师。其实刚才张老师说一句话挺重要的，关于这个孩子当你自然成长的时候，大学就自然的来了。其实这是我们的一个理念哈，这是为什么我们看长期，你长期发展好了以后，大学是自然的事情。但是如果你只专注于大学的上学，或者专注研究生院的上学，你个人发展的不是以一个长期为目标的话，你有时候会走一些弯路，那这样的很多事情变得很不自然，这样其实我觉得反而不好。那今天讲这个转学的事情哈 transfer， 为什么讲呢？其实我们觉得从我们的角度来讲，是对于很多孩子很重要的人生中的很重要一步，长远来看很重要一步，那么是个机会，所以呢我们觉得值得跟大家讨论一下啊。那一上来先给大家就讲一下，我知道大部分人都会明白什么意思，但是呢 transfer 有两种 transfer， 一种呢是说社区大学，美国有很多社区大学2年制的，还有呢4年制的这个一般的大学哈。那社区大学转到4年制大学，这是很正常一个事情，我们很多的州社区大学和正常的4年制大学都有这种转学的协议。那比如说加大，那么加大的系统比如说 UC Berkeley 啊 UCLA 啊，那么你像那年是不是说去年前几年 UC Berkeley 的这个在 transfer 里面90%多都是
社区大学来的。Yes. 对吧？那其实呢，这个是很大的一部分哈。但今天呢，我们可能重点更多是从四年制大学转到四年制大学，不只是社区大学两年转到四年制大学。那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简单定义。那大家可能会问哈，我学上好好的，我转什么转？我累不累？Well, 有很多原因了。那么第一个原因是说地点，什么意思呢？大家知道著名的这个伊利诺伊大学是吧？那我原来有很多朋友从那边来，那么很多同事也从那边过来。学校非常好，比如说它的工程啊、它的会计啊，都是非常强的学校。但是呢，问题是什么？问题是在于它那个地点哈、啊，相对有人管叫大农村哈、啊，有这么一个名字。我不是说真的是大农村，很多人给它起了一个外号。那相对来说，比较的没有像大城市那个感觉。那你是不是觉得这样你满意呢？啊，不一定是吧？那这个呢 ，location 就是一个问题。那还有很多学生呢，比如说我是学 IT 的，我是学这个 CS 的，但是呢，我 somehow 我是在一个离科技中心比较远一个地方。那 yeah, in a sense， 你最后你的这个机会就少很多，是不是？那所以呢，地点这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第二呢，是关于这个专业，很多人呢在一开始申请时候啊，他大学刚入学的时候选了一个专业，后来不满足，不满足以后呢，你换专业，你当然可以同学校换啊。我们会以后再讲一个同学校之内转专业的事情，我们再讲这个事情。但是你要换专业，有时候发现，哎，这个专业哈，我其实另一个大学更好。你比如说，待会儿我们讲一个例子，关于政治学的，那乔治城是非常强的一个学校。那你要是说你是学这个，举个例子，比如说你是学什么工业工程的，那乔治城就不一定那么强。那么你可能想转学校。另外呢，文化上，那么你是不是适应这个学校的文化？这个有的学校呢都是白人相对多一点，有的学校这个 diversity 差一点 ，right？ 那你想，我以前在中部的一个学校教书的时候呢，真的大部分都是白人，连黑人亚裔就都很少。那你喜不喜欢这个环境？还有很简单一件事情，亚裔学生最爱干的事情就是排名哈、这排名是不是能把它变得更好？当然这个无可厚非，排名变得更好，但是你的学校以后受的教育，假设你这个教育的价值更高也有可能是吧，那么排名也是有可能一个主要的原因。那好多人做说这个转学 transfer 的时候在想说能不能转其实这话呢不只是咱们亚裔学生或者华人学生，那很多美国学生也有这个问题。我们大体总结了六个吧，就是他们叫做说这个迷思吧，国内叫迷思，其实就是 myth 这个东西的这个翻译嘛，那就是不对的一些观点和概念。什么意思呢？第一个是说很多学生说我能转，能不能转这件事情，很多人觉得哇好难哦，我这个不一定能转。然后有的学生觉得哎呦真的很难，这件事情我到底就是我不像大学申请的，就是或者说第一年的 freshman 申请的时候我很清楚。transfer 申请不是那么一个大家都知道事情，那么人们 naturally 就觉得如果我不知道这件事情能不能，我觉得很难。那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呢是说很费时间，当然其实是这个样子。你想高中的最后一年跟中国不一样的，但是美国是大部分最后一年它没有那个高考的概念，那么很多时间都花了这一整年，很多学生这一整年就是在做申请，也比较有时间。你这个 transfer 的时候呢，已经上了学了，你中间也有课是吧？那么大部分学生呢，一学期有时候会选4到5门课，至少3门课吧。你这下来挺忙的，哎呦，真的很耗时间，觉得这个很麻烦，另外呢，有学生担心说，我上了这么多课了，在我现在这个学校，那我要转到其他学校去，我现有这些学分到底他们认不认？不认我不白上了是吧？不光是一个钱的事儿，还有时间的问题啊。然后呢？还有这么一个说法哈，说是你如果这个转学啊，在你这个简历上写你转过学，哎，这事儿不好哈，以后未来的这个雇主会觉得这不是好事儿。最后一个说法是说你转学，你再加上改专业，哎呀，这都不好。这些啊，我们想说的就是从现在我们的经历和我们看到很多研究和很多学生的经历和很多家长的这个评论和反馈来看，这六点都是不对的。第一你可以转，第二它没有那么难啊，只要有合适人帮助它真没有那么难。
第三，时间上是还算可以，不是非常非常的耗时间的事情。另外呢，你的很多的学分，那么这个是情况而定，它有的是可以转，有的是不能转的。你比如说我们原来认识的朋友是从中国转过来，那他很多学分就不认。但是呢，美国学校之间的学分大部分还是认的，特别是比如说那个基础课程 PE class， 对吧？然后呢，这个你说你转了就让人感觉不好，没有这么回事儿。你说你这个四年转了八个大学哈，这是个问题，对吧？刚才我们张老师开玩笑说，你一个女朋友吹了 ，all right， maybe 够十大板。两个女朋友你就开始觉得，哎，你是不是有问题？你吹了四个女朋友，别人觉得，哎，你小子一定有问题 ，right？ 所以呢，就是这个问题。那么，另外专业这个方面转呢，原来这个 GE 的前任的那个 CEO Jack Welch 说过这么，在他的书里边说过这件事情，就说如果你专业转很多的话，那是不好。但是，一家之言啦。那么很多学生确实是转专业、转学校的，这些都不是大问题。那在讲这个 transfer 的时候呢，我觉得有必要给大家看一下大环境，为什么 transfer 这事情现在我们要讲而值得讲啊？每年呢 ，NAGAC 这个美国 ，it's called NAGAC， 我叫 NAGAC， yeah， yeah， 都发一个报告。美国呢有国情报告，每年，那么 NAGAC 呢相似的做了一个大学录取报告，每年做一个、yeah. 啊。那我们刚才我们现在给大家看的呢是18年和19年的报告的一些内容。先看第一个18年，第一个解释说呢，一般的平均来讲，这个第一年入学新生有一个词叫 yield 什么意思？就是比如说我录取了1000个学生啊，有900个学生来最后来上学了，我的 yield 是90%，我丢了10%，对吧？那么100个学生没来，那么从18年开始，其实很早期很长一段时间了，就是 yield 越来越低。您可以看到14年是 36.2， 平均来讲哈，那么15年是 35.1， 16年是 33.6， 大家可以看到明显的它是越来越低的。那19年的报告呢说，哎，好事儿，哎，它稳定了，现在是从这个33.6变成33.7，这个哇、well, 比较稳定吧。但是你如果看整个的大体趋势的话，从2007年，也就是大约13年以前，我们现在的时间的话，那么那会儿48%，你可以看到稳定的33和48比起来，对于大学来讲什么意思？好烦哦！我每年费了这么大的劲，招了一帮学生进来，我还给人家录取信，给人家寄信去，要说恭喜你被录取了，他竟然不来。你说我整个学校的这个预算呐、啊，整个的规划都是按这帮学生的数来算的，哎，他竟然不来，这个确实心里边也有点哈不舒服，而且学校很多的预算财务方面都受影响。那给大家看一下，说受影响大体是个什么样的数字？这个呀，还是左边这张表，左边这张表呢讲的是说，全国性大学最高的这个 enrollment 或者 yield 这个比率，右边呢是这个文理学院。咱们先看左边这张表啊，这张表 ，Harvard 是82%， Stanford 82%。您可能会觉得，哇，什么人 Harvard、Stanford 录了不去啊？也、yeah, 还真有18%这帮人不去了。那 Chicago 77 ，MIT 76。那您再往下看的话，到了耶鲁这种等级，竟然有70%，也就是说只有70%的 yield， 有30%竟然不去。再往下走，哥伦比亚、布朗63、61，哇，他丢了很多很多人呢。Dartmouth 的话也61%，那基本上有37%、39%的人都不来，这个简直是啊，让学校来说很抓狂的一件事情。Similarly， 您去看这边的文理学院啊，很多的，比如说 Bernard 55%，这才一半呢，基本上，对吧？那对于大部分大学来说呢，当他的 yield 这个 number 下来的时候，他心里面是非常麻烦的，是非常着急的，因为我这个班，比如说我本来这个班应该40人，你比如说拿那个Bernard 当个例子，这一个班比如说20人的一个班，来了15、16个，对于学校来讲呢，这个是在财务上有压力的事情，在老师方面也有他的压力啊，所以确实可以看到，从 EU 的角度来讲，对大学来说呢，他希望提高这一点。那么什么样的学生 EU 比较高呢？那么咱们再回到这个美国的这个 NAGAC 这个18、19年的报告里面。他说呢，
如果是 transfer 学生，转学学生的话啊，左边这写说，转学生的话，一般是54%会全国所有学校的 average， 对吧？平均来讲，那么是54%。那么如果你看到这个freshman， 就是第一年申请的，只有28%。转学生的录取率确实平均来讲比第一年的录取率稍微，第一年学生录取率稍微低一些，但是他的来上学的来上学的比率竟然比他高出将近一倍，对吧？28-54%。那19年呢非常相像，19年的这个报告呢说是18年的数据，那一样是说52%的转学生最后上学了，注册了，但是呢在freshman 来讲就27%。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对于学校来说，我真的应该很重视 transfer 学生，我的这个 yield 或者说录取率，不是录取率，就是注册率确实是本身有很大的影响。那另外一部分我们想讲说，因为咱们很多的学生啊，今天很多听众家里咱们是国际学生，是吧？那国际生呢，从这个还是全美国的这个大的这个大的 picture 来看哈，那国际生的录取率还是比本土生低一些的。那这个时候呢，如果你是国际生，你进来可能一开始进入的不是很心仪的学校，那怎么办呢？哎，其实 transfer 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有意思的一条路啊。那我们下面呢做了一个比较吧，蛮有意思的一个比较。其实在没有做这个研究以前，我们也没有想到 transfer 本身的再从比率上来讲有这么大的相似性。我们这个在这条不好意思有点乱哈，所有这些线是来比较说，如果他的新生录取率比19年的和19年的 transfer 录取率， transfer 能达到新生录取率的一半或者更高，我们就画条线，或者呢去画一个 circle， 因为两个表里边的学校并不是完全一样哈。那咱们拿这个看，当个例子看一下，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是吧，哥伦比亚大学呢19年录取率是5.1%，它的 transfer 就是转学生是6%，稍微高一些哦。然后芝加哥呢5.9%和5%，那么约翰霍普金斯 Johnson 的母校是吧，都是9%啊。然后回到布朗大学，一个8，一个是6.6%，甚至更高。所以你可以看到，如果在分化圈来讲，西北15%的这个转学录取率，布朗8%。当然了，里边有些数字呢，可能大家不能以它的这个face value， 就是说看着觉得数字高就是那个意思，有些它比较的复杂情况，比如说康奈尔这个17%是有问题的，因为康奈尔呢它在录取的时候，新生录取的时候有一个叫做保证转学这么一个项目，那么很多的这种17%的转学都是在保证转学项目后来转过来的，那这个呢实际数字实际转学的几率跟别人不是一个意义。那么 UC， 比如说 UCLA 这边我刚才讲了，社区大学2年到4年有一个很大的影响，那么 UCLA 也是有很多的学生是从社区大学转过来的，那这个部分呢也对他这个数字有很大影响。但是无论如何，大家可以看到说，如果说做 transfer 的话，其实这个比率并不是很坏，尽管全国来讲，全国的平均来讲 transfer 确实比新生录取难很多，但是呢在某些学校，我现在只说最好学校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有些学校呢它确实是还是很有可能的。什么学校没有可能？比如说普林斯顿好像是从今年开始，哎，开始接收 transfer 学生，以前你想转过去人家不收 transfer 就没这么回事。那么 Harvard 就不到1%的那个转学率， Stanford 不到1%，耶鲁不到1%。那再回到比如说 Dartmouth 呢是这个常春藤里面一个小学校，对吧？这个学校呢也不到1%，加州理工也不到1%。那这些学校那么很多人建议说，哎呦，别浪费了啊，这东西你基本就在乱交你的这个 transfer 申请费。那您再看杜克，其实说是5%，但其实呢不到5%，说明它接近5%，但它新生录取率也就7.4%。所以呢总体来看 transfer 在我们这个数字比较以后，我们觉得呢是一个比较可行的这么一个方式。但是 transfer 这些东西除了我们说录取率低一些啊，那么它有什么问题吗？其实我们看到另一个数字，拿乔治城做一个例子哈。乔治城这边你可以看到19年的transfer 的这个录取率是9%，18年9%比较稳定，17年蹦到17%，然后12-14%。那你可以看到整个的变化，它从9%最低到17%最高。
它的录取率相对没有这个新生录取率那么稳定，它录取率相对变得非常多。那这一点大家心里要做好准备，因为当它录取率每年能变这么多的时候呢，可能您的录取概率会受很大影响。那这个可能是从 transfer 角度来说是一个大的问题。好，那给大家点希望哈，说了半天也有问题啊，这个录取率无论如何就算是跟新生录取率差不多，就跟哪个就跟这帮好学校录取率高似的，是吧，本来就不高。那我们的学生，那举些例子吧，就是这都是真实我们自己的例子，去过转过的一些学校，回头呢将送给大家更多的一些事例。在最后的时候，杜克啊、西北啊、伯克利啊、华盛顿大学啊、南加州大学、康奈尔、 NYU， 这都是可以转进去的。我们之前给大家这些例子说什么呢，就是这些学校它不是梦，它是真的可以触及的学校，那么也是很好的目标啊。那回到我们这个freshman transfer 的一些申请的过程，我们呢请山老总来讲一下申请过程的一种区别啊，还有一些具体的细节要注意的地方。那么 Jonathan 呢会说英文，他会尽量的掺杂一些中文吧，让大家也可以理解。那如果你觉得需要哪个部分需要我翻译一下，那你就跟我说好不好。All right, very good. All right, thank you, Dr. Joe. Yes, so you can understand that transfer is very possible. In fact, in some ways, it can be easier from a pure admissions percentage perspective. But how to do it? What's the difference? And if you don't mind, a little more English, because these are probably some of the details that are more relevant to students. Important for parents, but realistically, you know, this is what the student must know. So we hope that if it's parents listening, show it to your student. If it's students listening, then that's great. You're ahead of the game. So how do transfer admissions differ from freshman admissions? Freshman admissions, you know, it's very typical. You apply to over 10 schools. And for transfer admissions, usually 5 and above is enough. We have students up to 10, but not with 10 as that minimum. It's more targeted because it means you generally are trying for harder schools than where you already are, and therefore you also want a specific style. So it's more natural that you'd have a smaller school list. But what do you need in terms of transcripts? When you apply for freshman year, you just have your high school transcript from 9th grade. For applying for transfer, that they also want high school, but of course, the big deal is your college transcript. They'll see your high school transcript, but especially if you're a sophomore applying for junior year, freshman for sophomore, they'll look at high school too, but sophomore for junior is really, really all about the college transcript, although they will know your high school grades. Test scores, when you apply freshman year, SAT, ACT, very important. SAT subject tests, APs, all that, very, very important. And although many of the schools still require you to submit SAT for transfer, we cannot say that they are as important. In the end, a lot of schools still require it, but some schools, if you're a sophomore, second year, applying for third year, then it might not be required at all. For example, USC, if you apply as a freshman for sophomore year, you must submit SAT. If it's sophomore for junior year, it's not even required. Then we'll go on to recommendation letters. Now, freshman admissions, you have your two teachers from high school, math, science, English history. And for transfer, you also need recommendation letters, but then it's going to really be from your college professor. And recommendation letters from college professors can vary a lot. For most high school students, the high school recommendation letters are in general good. We can't say they move the needle much. They don't change the result much, but college professors, it can be quite a variance in terms of the quality. So we really encourage our students to really get to know their professors in college, be active, and then also professional recommendation letters can be very, very important, because it's expected that you might have some work experience, an internship, this kind of thing. As far as activities go, applying for freshman year, everything matters. All of your activities are eligible. Well, when you apply for transfer, they really want to know what you're doing in college, and those activities should be generally more academic related or professional related. They don't really care about all the little things you're doing. And then essays, they both are going to have Common App essays, school-specific essays. That's a topic we're going to go a little bit deeper in, because that's actually where it looks the same, but it's in fact much, much different.
And interviews is very common for freshman admissions, and it's very uncommon in transfer admissions, to be honest. And demonstrated interest means the willingness or your desire to go to the school. It's very important for freshman admissions, but it's even more important for transfer. They need to know, really, for transfer, you better go, or they must feel that you really want to go. Everything is very targeted for the school. But let's take a look at those differences, especially when it comes down to essay. So if anybody has questions along the way, please, you know, put it in the chat. We do have a chat if everybody knows how to use it. But yeah, if there's any point that's unclear, please let me know. 我就是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哈，其实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随时在我们这个讨论的这个群里面，就是 Zoom 有一个讨论发短信的这么一个功能，可以在群里面发出来，大家我们就可以随时回答你。那么如果大家都觉得听不懂 Jonathan 讲的东西的话，我会尽量给大家尽量做一个翻译哈。就我先把这个很快的讲一下，好不好？简单一件事情 ，transfer 的时候呢，您的选的学校跟第一年申请选的会少得多，因为毕竟大家都是选比现在好很多的学校嘛。很少有人说同级或者选的更差。那transfer 时候需要的是高中和这个大学的成绩单都是需要的。那么考试成绩 SAT 这些成绩呢，在你 transfer 的时候，如果是第一年转学，第一年的学生转学还是有些学校需要的，第二年的时候基本就不需要了。那你的推荐信，那 transfer 时候你更多需要的是你的大学老师和你职业人士的这个推荐信，当然大学老师呢有时候推荐信就没有中学老师那么和气了哈。那你的个人活动，但是大学的活动和你的这个职业活动，那 essay 呢基本上没有太大区别，跟这个freshman application 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它的内容和角度有很大区别，待会儿张总会再讲。面试在做 transfer 很少有，然后你的这个对学校证明说你的学校很有兴趣这件事情，可能比在第一年申请的时候重要很多啊。那么张老师继续。Sure. Okay. Thank you. Yeah. Hopefully that makes it a lot clearer for everybody in case it was not clear from the English. So if we look specifically about how the essays differ, we first compiled the Common Application Personal Statement topics, and it's a lot of words, right? In fact, don't read them. They're unimportant. The idea is.Any story can be your common application personal statement. They want to know about your life. How did you become the person you are? Well, you know, what story can represent the values you have? It's a very interesting process, but it's very, it's deeply into your personal life story, right? And let's compare these freshman common application personal statement topics with the transfer common application personal statement topic.Transfer common application personal statement really goes down to one sentence, two sentences. Please provide a statement discussing your educational path. And how does continuing education at a new institution help you achieve your future goals? So what do you want to study? And why do you want to go somewhere new for that thing? What do you want to do in the future? What are you studying? And why do you need to go somewhere new? That is a very targeted question. Tha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your life story, or maybe it only touches, maybe you're inspired by something, but in reality, it's a very directed and it's a very narrow question about your future studies and career plans. So the approach is very, very different, and you can get a sense about just how much the schools care about, you know, the major you choose, you're going to stay with it, right? Because the schools need to rebalance their enrollment.Right? So maybe they're missing some psychology majors. Maybe they're missing some biology majors. You need to know what are you bringing to the school in a very clear way. Kind of all the funny games are gone out of freshman admissions. So it really becomes a very different perspective in approaching it. Yeah. 基本上，虽然这个下一个 slide 也会解释一下，这个基本上这个转学的这个过程，更像申请一个硕士。你到底你以后想做什么，你有什么学习的目标，你有什么职业的目标，你直接说这个申请大一的话，那你就是讲你人生的故事，什么都可以说，那不错，非常好，你价值观怎么样，真的跟申请专学非常不一样，这个角度
所以它这个 key difference 是哪这个区别，最大区别是在哪里呢？跟建筑的这个专业更像这个硕士的申请。还有这个 Banker 的 GPA 的这个平时成绩是最重要的还是第一？那跟哪跟申请答疑一样，就是如果你没有这个平时成绩，如果你没有这个 SAT， 那你没有机会被录取。但是这个申请专学的话，那这个学术的要求就是你的本科 GPA， 他们不会太看你的这个高中 GPA 或者你的 SAT。还有这个对 SAT 就是这个重要性减少了很多，尤其是如果你已经是大二了，申请大三，那基本上他们不会看你的 SAT。还有关于这些课外活动，那他们还是重要，申请转学的话还是重要，但是只有跟你的学习目标和职业规划目标那么重要。哦，有人在画一个什么东西，没事，大家都在玩这个 Zoom。好，那 recommendation 呢，这些推荐信确实也是更重要，因为他们特别会尊重你教授的这个推荐信，这个重要性也大一点。好，那下一个 slide。All right, let's look at some success cases. Who did we help? How did they do it? How did we get involved? 我们看一下一个成功案例，几个成功案例。这个学生原来是从中国来的，当时申请他对他的这个 SAT 不是特别满意，他当时不觉得他的这个文书那么好，他到美国之后就找我们，他先去这个 University Indiana， 那排名前79，当时也是选的这个 Operations and Decision Technologies， 是一个 business 的这个专业。他到了之前，他以为他 Indiana 非常好，听说有很多特点，但是他到了之后就发现这个文化太传统了，也比较农村，没那么好玩，没那么这个热闹。这里那 Indiana 我也没去过，我没有原因去。那他已经去了，他的这个中国人，他干嘛去这个 Indiana？ 我理解，非常理解，所以他想转学。但是为什么转学？那我们也要好好考虑他的特点，他可能未来的发展是什么方向的，因为他也基本上不知道。那我们发现他做这个 business， 做这个operations， 他是一个女士，那基本上我问他，去在你的这个课堂里，这个你的这个不同的环境，你女生很多吗？他说基本上没有，可能或者我是一个，或者只有几个。那就是你就应该说就是好或者不好。他说哦，那我认为挺好，我有另一个这个角度什么的。那就是我们就是帮他有这个概念，好，就是可能是他的特点。然后我们帮他找到一个internship， 就是一个实习机会，在一个 e-commerce platform。那这个 e-commerce 的 operations 很多，所以他学了很多东西，确实是非常重要。那当然。他也是一个挺好的学生，很认真的，我们一直鼓励他这个多参与这些这个 business club 的这些这个俱乐部，还有我们写文书的时候，我们不是说这个哦 Indiana 不好，是为什么你的学校是更好，我就是像一个更 cosmopolitan environment， 就是一个更好的这个更适合我的环境，不是说哦我们抱怨什么学校。转学的文书也不应该是这样子的。他以后就被谁录取？我们看看，从前79到这个博士班学院，这是37，排名37。哎呦，那么好玩啊，这个 Zoom 是吧？谁在弄这个？好吧，那有愿意他的孩子可以看一下他的这个 offer 吧。但是他确实是非常非常开心，他也是快毕业了，所以他在那边真的是更喜欢那个环境，
他觉得他们那个职业发展也是更好的，所以这样的这个专业真的是对他来说是非常好，他个人很满意，他这个对未来的规划也是非常满意。好，我们看另一个，这个学生，那是另一个原因亚专学，有的学生是到学校之后就发现我不喜欢这边，那就是他大一之前的暑假他已经找我们，他说我被这个 George Washington 录取，我就是比 George Washington 学生好，我不想去。我说那怎么办呢？那好，我们帮你转学。他也是从中国来的，那他申请本科的时候不是我们负责的，所以他有点后悔，或者他觉得哦他对这个结果不满意。所以我们问他，你到了这个，你还没到这个 George Washington， 你还没到这个华盛顿，你怎么知道你不喜欢这个？他说就是这个 rank 吧，就是太低了吧，我不管那边多好，我就是不喜欢。好，那没有什么原因，那怎么办？好，我们要好好想，那他应该有什么原因？如果他没有，那他应该有什么原因？他选的是这个数学这个专业。但是他也不是特别清楚为什么。那通过我们的这个沟通发现，好，他家有一个公司，有什么生意，但是可能是比较传统的方式，这个生意是越来越少的，可能不是特别理想，所以我们发现有可能他觉得这个 financial technology 这个金融的这个科技是比对他来说是比较好，因为哦他有自己的经验，他可能发现他能通过这个金融科技帮助这些这个传统的这个公司这个比更现代化的吧，所以按照这个思路我们帮他选课，也是这个比较 clear 的这个 goals， 那为什么要转啊，或者我想去一个这个更适合我的这个规划的这个学校，所以这是这个大一，这个上个学生是大二申请大三的，这是大一申请大二的。那原来 George Washington 挺好的学校，就是这个排名前七十，那他后来被谁录取？你看，哇 ，Washington St. Louis 那前十九。那如果你申请大一这个前十九的这个这样的这个学校，那 GPA 那4.0也不够，那个高中的这个 GPA 各个方面真的是特别难，那这个转学也不容易，但是你以前能看到这个数字，那确实是 Washington U St. Louis 他们这个转学录取率比他们大一录取高，所以我们也有一个策略吧，我们必须得了解这个数字怎么帮助我们的学生，所以他也非常开心，他觉得哦那这个 rank 肯定没问题，他也喜欢那边的这个学校，那边的学生教授之类的。对，好，我们看 another 吧，这个学生非常有意思，他是在美国申请到 UC San Diego， 他原来没有这个规划去 San Diego， 他就是申请了这个加州大学，也是另一个公司做他的这个本科申请，他当时对这个文科比较感兴趣，他觉得哦可能 political science 我喜欢。但是他到这个 UC San Diego 之后，发现好那边的学校做计算机的，做这个生物的特别多，这些学生，这个学校也特别重视这些这个专业。他觉得哦，他个人不是特别，他不是那样的学生，他也不适合那样的环境，然后好，我们跟他说，他说哦，我想去一个更 politically active， 就是对政治学、对政治比较感兴趣的学生多的一个环境。那我们跟他说，我们跟他说，如果你觉得你更适合那样的环境，那
你必须已经是那样的学生，所以我们必须得给这个大学看，这个你想转到这个大学看，哦，你已经是这样的学生，所以我们帮他这个联系到一个在那边这个 San Diego 那边的这个 State Assembly Person， 就是一个政府官员，好，能支持他的这个 campaign， 所以他已经是很 active， 他非常了解那边当地的这个政治的情况，我们也是鼓励他跟这个教授多沟通，看有没有机会做点研究，就是要表示要这个表达你对这个专业真的是非常感兴趣的，所以通过这个大一的时间，他已经有固定的经验吧，所以他大一的时候就是申请转学，那UC San Diego 已经是算一个不错的学校，那前37，但是好，可能他对这个专业不是特别感兴趣，他这个环境不是特别感兴趣，那后来被谁录取？被 Georgetown 录取。好，第一就是他前24，但是特别重要是 Georgetown 是在华盛顿这个美国的首都 ，Yes One 美国。做政治学的最好的一个学校，所以对他来说这是一个梦想，这个不是第24，这是他的哈佛，所以真的是特别好。他还有这个，他们说对，当时他们录取了这个50个学生，所以他算50的一个，所以他真的是非常非常开心。我们经常说，因为他 GPA 也不是4.0，就是挺高的，但是也不是4.0，但是只能通过这个职业跟职业相关的这个经验，还有就通过这个研究，通过这个我们这个 branding 这个 strategy， 能成功录取。好的，那我们做三个这个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原因转学，那我们看最后一个。这个学生哇，已经是 Vanderbilt 的学生，这是前15，那你要转学有意义吗？好，那还是有意义的。那他是这个他申请的时候是这个大二的，他也是美国学生，他是专业是计算机，他能力特别强，他就是认为他就是比 Vanderbilt 能提供的机会好，他就是觉得我已经超过了他们能支持我的这个水平。他也发现好的计算机的学生在 Vanderbilt， 他认为他们的那个工作机会或者这个 job placement 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好，所以他就是想转学，尤其是从这个计算机这方面，还有他的这个后来找工作的方面，他觉得他不是特别满意，所以好，我们认可他的这个能力很强，但是我们也是非常强调做一个实习应该有这个专业的人士也写推荐信，这个公司的人就是他也应该认可你的这个能力，我们也看了应该是哪个教授给推荐信也是特别特别重要，还有怎么跟这个教授就是有关系的，就是不是说有关系的，就是他们怎么让他们了解你，怎么让他们就是多认可你的计划和以前的经验，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 sharp 的一个分析，因为他已经算一个非常好的学校，学生在一个非常好的学校，那他申请转学的时候他也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大，我们也跟他说了这样的转学谁都无法100%成功，无法这个保障这件事情，但是我们觉得还是有希望，那后来他被哪个学校录取，好，我们看一看吧，啊，后来被杜克大学录取，真的是超级好，这个在之前好，第一是这个前10的一个大学，他那个下个
暑假，他上了这个杜克大学之后，这个下个暑假就是去了这个 Facebook 做的一个实习，他们正式的实习，他在那边可以也这个全职工作，但是他已经加入了这个另一个这个 startup 啊，他自己的 startup 跟其他人一起做的，所以大家觉得哇，在杜克大学他真的能发展的更好，所以通过这些例子，我们都对这个专学的事情非常认可，这个规划也是非常有自信，帮助不同的学生，从不同的专业背景的，从不同的国家的背景的，认为都能成功申请。好，那这个我们总结一下，这个第一，专学是 possible， 你也能做，好，那你应该关注什么？那你还是必须是有好的成绩，最好是这个3.5 以上，不是说3.0是不可能，就是3.5以上是那我们比较能保障的比较好，非常有自信的做，但是不是说是必须是什么4.0，这个也没必要，但是要特别关注那你的未来，那 who do you want to become， 那你想变成谁？What do you really care about？ 那你最重视的是什么东西呢？因为你写文书的时候也应该非常清楚的写这个。还有 ，don't trash your current school， 就是不要抱怨，不要说啊，这边那么不好，什么什么。那你的新的学校也不想要那样的学生。那你想要什么？不是说我对什么不满意，那你对什么事情是满意的？你要这个比较 positive， 要 show growth， 要 show maturity 吧，这个特别重要。还有这个 strategy branding， strategy 重要，申请哪些学校，还有怎么挖掘，怎么挖掘这个 identify 你的特点，所以this is what we say is very very important. So and if you don't believe what we say or you do believe what we say but you'd like some reference。那这是我们的这个样子哈，我就是说，那我们可以说一整天，那还是我们说的，那我们要看我们这个学生家长的反馈，那在 Yelp 上，美国的这个大众点评，那我们还是这个 five stars， 可能以后会有 four stars， 但是到现在我们只有 five stars， 所以我们挺骄傲的吧，那如果大家现在有什么问题，当然可以在这个 chat 写一下，但是如果在 chat 写个东西也不是特别方便，那这个左边的这个二维码是我们的公众号，但是右边的二维码就是约一个 free consultation 吧，就是约一个免费的这个咨询，所以如果想虽然这个私下沟通也可以扫一下这个右边的这个QR code， 好，那谢谢大家，我们希望今天的讲座是有价值的，是有新的知识的吧，大家都可以学一下这个分享一下，好，谢谢，好，那好，感谢啊 Jonathan， 非常感谢大家呢今天花时间听我们来讨论这个转学的事情，也非常感谢的我们大家所有的合作方呢帮我们推广这个活动，诸位呢如果是在美国的可以联系美国这边，那么中国这边也可以在北京或者在东莞或者在其他的联系我们其他的 email 或者加微信都可以哈，那左边呢是我们的公众号，再说一遍，那右边呢是这次的免费咨询，就这次活动完了以后呢，所以对我们的服务感兴趣的大家可以，我们提供一个免费的咨询，大家可以扫码，这样呢跟我们联系。好，那今天呢就先这样。如果是在国内的诸位呢，希望大家一切健康安全，武汉加油。那么也希望大家呢在国外的诸位也是保证健康安全。希望呢马上也周末了，那就大家周末愉快。Okay, thank you. We will end the share and have a good night or a good day. Thank you. Bye-bye.